大家好，我们是爱卡布雷。我们这次来到位于星光三月 A8 的史莱姆实验室，这里的空间设计真的有像实验室的感觉哦。整体缤纷多彩的橙色也让脑波瞬间变弱了不少呢。这次相约一起同乐的爱卡大来宾是晴瑞姐妹花。没想到史莱姆实验室还有提供证书给小朋友耶，另外也有提供实验服让小朋友穿着 DIY 哦。除了比较正式之外，其实也是避免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如果沾到衣服或是袖子，其实就会比较难处理。由于今天预约到的特殊主题课程是雪糕，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还另外附有 party 的帽子欸？每个人会先拿到两种颜色的史莱姆完成品。我的瑞瑞做了葡萄跟草莓，我和鱼琴做了哈密瓜和橘子口味，接下来我们要去卷珠珠了。但是要记得先把史莱姆从杯子拿出来放桌上之后再去卷珠珠哦。看到了琳琅满目的珠珠，真的会有选择障碍耶，只能说一个人挖两瓢珠珠实在是不太够呢。选完珠珠之后呢，再把刚才的史莱姆放回去容器里面。这些容器也就是等一下要制作奶霜用的器具。现在要制作奶霜了，搅搅的，搅搅搅，搅一搅的事情，搅一搅，让老师放上来好不好？喝不了，我们正在混合奶霜材料。继续搅拌，一直搅就对了。混合液要分两次倒。搅拌均匀就对了。莱姆之前要先擦乳液，这样才不会粘手哦。鱼琴觉得加入魔法泡的触感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中间是不是会有很多汤圆？要把汤圆用手直接拍拍拍，来点到，慢慢的拉起来，要很慢，小心不要撞到头哦。拉到最高点，用你的手把它剪断，留下来两只手，请捏。有没有像放屁声？好，放上去，粘下来，来粘一下，好，粘干净就可以玩了。好像双饼哦，没像双饼。
没想到加入了草莓粉，味道跟颜色都变成了草莓呢。利用拉面条的原理，让草莓的史莱姆增加了一些纹路，然后就会有那种真实感，就像双麒麟的样子。还可以再加很多的装饰品哦。接着是要制作第二种史莱姆，它是由透明的成品史莱姆，然后滴上你自己想要的颜料，它就会变成那个颜色。那你要什么颜色？你搞混了，你也蓝色，你无所谓。你要什么？红色。好，赶快把它揉一揉。哪一个？二。红色。你的也是吗？ A B C 哈。我是你的。只要保存得宜，满满的一罐史莱姆是可以玩很久的哦。满载而归，收获满满的史莱姆实验室成功。妈妈的愿景就要。